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叫小帅，他副频道的订阅人数实在是少得可怜，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狠了，都还没订阅，我在这里拜托大家订阅，里面会固定更新直播及直播精华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即将开始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耶、yeah, ！今天又来特工，现在是2011的 Cayman 开门。我在开的当下发现它方向盘有点会抖，我们那顺便叫他们检查一下。这次来说保养跟检查有没有漏油，都顺便都一起检查一下。来，我带你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中置引擎，那引擎是在中间的，现在拆开来看得到。哦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所以这看白修理你看了。空间就小，所以前面还有一个板子在拆。对，哦哦，我看好神奇哦，一进来加内呢，你看，哦，我的背后就是一个引擎了。对啊，哦，而且刚开始一照，我阿妈的镜头哎，真的蛮像的。哦，哎，前面蛮大的哎，其实。电池啊。电池在前面。2021年9月14号，连续滤网啊，空气滤网。那这些都有？懂啊，有啊。小块啊，这不是。不是吗？雨刷水。好，雨刷水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好，刹车啊。今天天气也丢吧？对啊，也别干那些。你知道他们？如果在原厂保养啊，他们算的是工时啊，就你这个3.5个小时，一个小时看多少钱这样算，故意说多一点，那工时就久一点。这可以我，哎，你躲在后车厢你敢别在，可是在前面的时候你敢不敢？后面感觉上比较安全。表演真正的技术了，看有没有漏油了。哎，没漏油啦，干巴巴的。哎、欸，你看哦，排气管从这边出来，往这边出来，绕上去，你看，跟避震器啊、传动轴那边争一个道这样。啊，绕去哪里啊？绕、欸、过来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这样过来。哦，哎、欸，很少会遇到这样，一般车都是这样直接过来嘛。对，你看哦，你这样出来，哦，啊，那这边还做一个，你看这样绕上去，绕，哎、欸，真的绕到避震器，对，这样绕过来，哎、哦，因为它没地方可以闪啊，它只能闪这样哎。哇、哦，它很会绕哎。哦哦，导游啦，他导。前后刹车都换了。处理啊，处理啊、哦。对啊。哇，哦，计程车。这差得掉啊！双门当计程车那是，你要骗谁？七公升。对，七公升。有心还没拆。哦，应该会吸多一点点。好多哦。接下来是要漏机油芯，要把机油芯拿下。这个是它的机油芯，黑色的是盖子，那个才是滤机油芯的滤网。对。哎，啊，哎，哎，顶啊！哈哈哈。不老嘞！没过哎、欸，真的没有找到一颗嘞，真厉害了！哎，八了嘞，刚刚是七，现在八。对啊，好夸张哦！螺丝、垫片都换新的，嗯，因为它一直锁，那垫片会变大，啊，螺丝也会拉扯。这样用起来歪啊，你在冲啥？对啊，这个要干嘛？他们都喜欢绕来绕去呢，你看，他为什么会有这一根呢、啊？看起来比较帅。怕你整个拉走之类的吧？哎、欸，你看哦，怎么样？差这么多，差一只一个手掌哎、欸。对啊。后轮也比较大、啊。这个也有前后配。有啊。不是哦。啊，小了一点。啊，小一点点啊。啊，差能在啊。还可以。也快磨到线了啦，其实看起来是。
差大概一两米，或者是线绑起来这样。看你两种方式啊，线拿掉，因为你还没亮灯嘛，是我们线可以拔起来绑旁边。啊，在那边换掉就好了。对，这样就不会有磨到线的问题。好啊，那就换吧，前后局换了。好。我弱弱的问一下哈，他应该没有油池这个东西吧？电池的。对啊。哦，等住了呀、嗯。那个是什么？方向机油。要问一下，不然不知道是什么。焊土啊，我还有几个焊土炉六块钱。吗？在英文的意思是写专用的，这个 exhausting 就是那个方向机油的一个那个认证。神灯啊，搓一搓能命。神灯啊，就跑出一个精灵出来。是哦，搓一搓会射出来。我给你冤枉，长高丸。这个车只能插，没办法吹。吹的话会怎么吹到？好娇贵哦！所以金桃会来哦。来了，他这个、欸、来了啊！哎、欸，你这样有一组了，你这样可以跟你阿妈一起睡了，两个。这困裤啊，没有，有够伤济啊！冬天睡这个会冷哎，哎、欸，好新哦！你看，比较一下。对。啊，里面很热，所以他才要用草席的啦。而且那个睡觉还会卡到头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穿个龙毛毛一样。是因为这样。这边要拍这边，有没有？这笔没有骗人啊。对，它只会亮绿色而已。没有，它会亮红色。我加一点水，它就亮红色了。啊，这上面中华油啊，它大波哦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抽起来吗？因为要换刹车皮。啊，为什么刹车皮要抽起来？啊？因为它撑开油就会满出来了。退活塞有没有？活塞缸里面的刹车油会退回主缸。哦，其实没听懂，但是还是要熬一下。就是我们。退刹车皮出来有没有？它活塞是不是要退回去？那退回去之后，它的油会回到这个刹车油壶上面。对，啊，我们如果没有抽起来的话，会满出来。谢谢你的专业解说，我知道你听不懂啦，我听不懂。比较简单来讲，就是你已经满了，啊，万一没有抽的话，就胃食道逆流就会吐出来了。好，这样讲我听懂了，对。所以现在把它抽一点掉嘛，所以抽一点起来，它才不会满出来。对对对对。这么简单的道理哦，这到底谁不知道？是你啊，我。哦，盖冷诶，快点被拉起。这样子，完美的位置。觉得到一个小巧思。这是什么小巧思？里面都是，它是这样子。然后它是固定在那个活塞里面，所以它推的时候会比较平均。哦，更宽呐、啊。对，它不会说只靠一个点，只靠中间这外面这一圈，它是整片一起这样子。再来就是它粘住之后，来临片也不会一直晃。又直吸了呀！哇，意大利人好厉害哦！这种保时捷里面才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开到高速的时候，高速的。它蛮稍微会抖动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轮框有一点变形。解决办法就是换轮框，谁修理啊？换店长说换，给他花，给他花的时候，他知道他修理。不要他在配送，安静不点，一波换的，一千万那两，看不到。这个吗？我帮你接，叫你下来。都没加工，对不准，绳子都帮你拉好了，这样还就有办法贴歪，那就是你的眼睛的有问题。哎，这趟做几节嘞？贴拢是旧的贴落来，到时候拿去卖。那个是消耗品哦。对啊。这样讲好了呢，其实你如果粘一粘久了，它还是会掉啊，或者是说你在路上跑，等点完变黏啊，所以每次久了就是要配啊。现在是两侧它要贴的位置。好掉是，哇，这个机器好酷哦！这个就是是线去磨到碟盘，那它还没有磨断，磨断它就会亮来电片灯，一边有中一边没中，原本会长这样，磨到就会变这样。
这个皮带跳动很大，然后它这边有一个舵轮避震器，已经都卡够了。这个舵轮避震器，好，对，这边这个，哦，很薄材质，没办法。杨电瓶，先选择啊，这个是 AGM 的电池哦，测量标准，它这个是 EN， 所以就把它调到 EN， 然后这里800安培。这是要注意，内阻四还好，新电瓶的内阻大概是2-3，这个内阻是算还 OK。每个电瓶上面都有它的规格，每个电瓶上面都会写，新的跟旧的，其实已经一半以下，几乎接近一半，比较少。因为是旧的碟盘，然后碟盘这边边这边都有吃钩，所以我们都会把新皮，我们都会去做个小包角。它在不会接触到正面的时候才会有意义。碎啦！它压下去，它没有办法回弹。然后再就是这边，就正常夹的时候，它是要会动。这个其实已经稍微有咬住，不怎么会动。这个换掉，这个舵轮变器坏掉了，不会调整。它不会调整的话，会影响什么？你皮带不会变紧，就像前面影片我们拍到皮带整个在跳。这个是皮带新旧的厚度，新的厚蛮多的。从侧边看的话。换了舵轮就是不一样，你看。看他做什么？目前的角度看起来是后面跑掉了，那前面的角度看起来是都还 OK， 现在我们就稍微做修正一下。那像后面的 camber 的数值看起来都很漂亮，左边都是平均就是1.5度，修饰一下就可以了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AVIA モバイル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 Yeah 台上我也开得起 Porsche 的，我刚刚看总金额就好了，54,000而已，比我便宜耶。换的东西来，机油高我28,000，然后机油芯啊，螺丝垫片，那时候那个螺丝跟垫片要一起换掉，不然会顶到那不好，所以要换掉。再换撑杆啊，空气芯、冷气芯、引擎的皮带、舵轮，舵轮有避震器耶，减震那一个吧，还要换掉。舵轮的总成、前后的来临片，还有平衡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其他嘛，安尼啊，你还冇啥呢吼？总成最贵嘛？ 对，那个最贵。还好吧，我的那个摇臂盖一个也要差不多这个钱啊，比我这一次去还便宜、啊。可是你修很多、啊，我今天电管冷气好了嘞，不药而愈，神奇了吧？银仔，你看，那时候打开的时候引擎在里面，就自己只能简单就是哇，添油，而且水，水，两两两，无啊，而且都无油锈，而且电子油脂啊。你的也是吧？对，我的应该。
上次在那边等，其实他教材料还蛮有货的，也是电动的嘞。你说尾翼哦？对啊。哦，是啊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有吗？有了。对不对？下来了吧？其实他应该这样讲哦，他引擎盖很长，如果油压针杆做长一点的话，寿命反而比较长。哎，你这就对。好了，今天已经结束了，记得哈、哦，喜欢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耶、yeah ！塞巴嘎哥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米其林是不是这样？我们门口不是老板有一个这样，你知道吗？闹出一个笑话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有人，我们公司有人开过来，就是下蓝凉角下来，一台计程车在最内线啊，老板们在这样，他也看到以为是拦计程车，他就从最内线上冲过来，咻停在门口，后来发现是人体立牌，然后默默就开走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厉害了吧？如果你是当事者，请留言。哎、欸，我问你哈、哦，男朋友每次啊做爱啊，都把女朋友做到那个欲仙欲死，猜一个店名。不知道哎，你讲。鼎泰丰。鼎泰丰了。泰山疫情期间被迫打工，画面心酸流出。为什么日本人讲话那个嘿要那么大声？嘿。代表精神。哎、啊，为什么那个要那么久？昨天晚上用太久。用太久。啊！这样。哦、是这样。习惯了。咖啡。今天来这边特工打工。扫干净一点哦。扫干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很皮哦。好好笑哦，笑死。